Yo, what's up, 孙总？今天我们球队大佬买了一双狠货，买了一双特别狠的鞋，我们来一起开箱一下。这个鞋啊，我们这边耐克官网偷偷的就上市，我都没注意，然后我就错过了。不过有队友买到了，今天先蹭一下，等我回头再买到的时候，我自己再给大家做测评。我们现在先来看一下这双鞋的开箱，来，大佬入场。哇，这是什么鞋？的 BB 二 ，Adapt BB 2.0， 开箱，盒子没有之前大，盒子没有原来的时候了，但是方便点，原来的盒子是不是太大了，好麻烦啊？对，太厚了。声音一样吗？一样，声音我感觉比那个还要大，你接点轻的，我觉得好像比你轻一点。把那个鞋撑掏出来一下，鞋撑，比原来那个重呀。别了，那个有个之前的，你可以听听。我靠！这就是新买的这双，迫不及待的就得把旧的这双也拿出来对比一下，是不是？我昨天抽充电，我还以为它没电了，我还充半天。哎，这个你没发现吗？用着不费电，放着跑电跑得很快。对你要是一两个月不穿，拿出来还得充电。对，现在充电。哇，这个还带反光呢。反光啊！非常漂亮，我觉得亮，它那广告，那模特不就是吗？这个我感觉实物比图片看着强。看这个里面是什么呀？三星充电器。三星？给三星？可以给三星充电，肯定。啊、哦，这 Type C 接口跟原来一样。对，一样。这个板是原来的同款吗？好像不一样。看一下那个板子。来看看大佬上脚的鞋。Louis Vuitton。比其实小，我都是旧的，没掏的。我觉得盒子小，方便不少。嗯，但是还是沉，比之前小了点。一样的吧？之前那个放着实在是太碍事了，盒子也碍事，充电板也碍事。那盒子在那放着，里面平时你要是把鞋放里面的话，超级不方便。这个还好一点，上脚呗，看看新版 APP 长什么样，是同一个 APP 更新的吧？对，更新了，但是它又就是一样的，可以换那个光。那边的。换那个颜色。颜色是一样的吗？你重按一下，看看有多少选项，有没有更新？没有更新。一模一样。这个你看，就可以设两模式了，一个是比赛，一个是休息。这个模式已经有很久了。有了吗？嗯。我一看，我找找它那个。我在我那个设置里面设置了一个干人，这个有吗？Siri这快捷键，Siri快捷键，你喊一下，看有反应吗 ？Hi Siri， 收紧我的鞋带。看，反应有点慢啊，这个功能还得完善一下。是不是得穿上啊？哦，这个好像是我那旧的那个，来调整一下，一会儿咱上脚一波。嗯，还是这个颜色。嗯，这是买不着。现在后悔了换那个，这个实际也不错，但是没有那个黑蓝的有科技感。它这底儿我都不知道是这样的。哦，变成人字纹了。对，但这个我长时间不穿了，我都怕待会儿试试，我看太滑不滑。这次纹路犀利点啊！我这个对焦啊，哎呦，这个相机这个对焦啊。我觉得这穿上还，反正感觉比这个宽，穿上比那个舒服吗？然后这底儿你给掏了，底儿一下挺厚的，比那个厚。哎呦，这次鞋垫不一样了，里面还加了双密度。你看那中间这个，中间这个盒里是什么？应该是什么玩意儿？就是那电机盒。是电机盒，但是软的，但你看这件吗？这是我垫的鞋垫。嗯，这里边这样。对，这个里面是可以撕开的。这个撕过吗？是个魔术贴。没有，没撕。这鞋垫挺漂亮啊。嗯。这个像个小猪头啊，给他画俩眼睛。脚还没插进去就开始响了，然后踩在这上就那么响。
我一般都把这个自动紧鞋带的功能关掉，因为它放包里的时候也经常会误操作。它是整个甩，机器是一模一样的电机。很焦虑，然后但是这块就给空出来了，你看，但我紧张特别紧，这空。跟原来的比呢？比原来的好吗？我感觉比之前的软多得多。是鞋面软还是两边软？鞋面没有软，就主要是鞋底软。前掌有大尊 Turbo， 把这个放到一边。继续调整一下灯光。哪个灯光？手机上面。嗯哼。啊，这个1.0不就差不多是半个对节了？也差不多。哇，这已经是到头了，速度是一样的。这里呢？它主要这块就更紧。看反光效果，白花花的一片。这些时候是反光的。上脚体验如何？该跳出来还是跳出来。这个你够沉，够硬，可能还没踩烂呢。重量，上脚重量感觉呢？哪个轻点？我觉得跟这个还真差不多，但是比34就重多了。嗯，34还是越穿越爽。对，然后就贴脚。嗯，这个就感觉这边儿可能么加了。哎呀，这个鞋呀，我还得等差不多一个月，等吧。再入手一波，到时候多少钱？350还是400？353，跟原来一样。嗯，我估计实际上应该是350。最后再看一下这个鞋盒吧，盒子底下是说明，这次没有说明书了是吗？有说明书，也有说明书。盒子确实挺漂亮。然后那布偏码是他们的。布偏码，尺码正常，比之前那个宽松一点呗。好了，本期 Adapt BB 2.0 的开箱和上脚初体验，不是我本人的上脚初体验，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了。等我自己买了这双鞋之后，再给大家做测评。我们这边其他店铺发售应该是在3月份，大家敬请期待。顺便看一下我今天的鞋，这也是20年前的顶级科技鞋，靠我另一双今天带的，最近在集中实战的这双 PD4 阻力剑。实战测评也快出了，那么就这样，走走。